中秋特别来到议会上，我是特别邀请到22位百岁以上的长辈来个议会参加敬老的活动，和议会大厅是非常的热闹。而刘桂新娘就表示讲，希望借由这活动哦，来邀请咱的长辈行出户外，嘛呼吁大家爱重视咱厝里的长辈。9月9日，中央节特别来到了，上个市议会六日举办九九中央敬老活动，特别邀请百岁以上的长辈参加。这次有22位百岁老大人，甲家属做伙组织做伙，场面是相当热闹。九九重阳已经到了吼，那台南市这边啊，超过100岁的人瑞呢，非常的不简单，是个宝，所以今天特别来办这个活动，希望他们能共度一个九九重阳。让他们身心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那也有天坛送的红包，还有一些厂商的伴手礼，让他们快快乐乐，啊，舒舒服服度过他们快乐的一天。真的是台南市的宝。今日出席活动长辈当中，议会上大是民国年里出生的大田西岗区黄燕阿嬷。伊对郭新娘表示，黄燕阿嬷是西岗区第五届乡民代表，厝内五代同堂，虽然已经107岁了，不过记忆也是相当好，还可以当讲真侪四姑娘的好话。大家高龄生意心百变，日日积财感满天，年年发财发不停。请你记忆来来来来另外，议会员工为着这次活动，是做会用心布置会场，让整个活动更有看头。议长郭新娘也祝福在座长辈，会当永远快乐健康。记者陈家生，市议会采访报道。